好 ，Hello， 升一升个 level 先。呢度，玩下阴阳术。等先啦，佢格数阴阳容量，哇正！好，呢样嘢加啦，一点 con 上西。属性伤害降低呢个 OK 啊，好啦，等下先啊，持有物品妖香咩嚟噶？引来妖怪啊！依个用咗佢啦，依个加武士值，喂有咁多嘅，暂时我都系用剑为主啦，所以都系加剑技。但呢度加先啦，学习阴阳，我睇阴阳术，而家有六点可以学。我记得有一个系可以加到回复嘅，但我唔知边个。火对抗呢、這个炸弹其实几好用。得先啦，我其实加血喺边啊？我想睇睇啊。但系佢要佢一去佢要个故事推进到咁上下咧，你先至可以学到某啲技能。可以攜帶，有冇個煙霧彈係隱術嚟？我都記錯咗。哇！咁輕輕點一下啫，可以帶兩個波動符。殘心冇乜用，兩個結界。誒，依個回體啊！呢個加體啊！呢個，等下先，我睇下先。依個加，依個活符。哇正喎！呢个一定要学啦，呢个必学啊！修罗符，等下先啊，可增加罗。我比较想要一啲系攻击力嘅术啊，即系呢个，例如火弹啦，三个火弹符。好啦，咁我哋跟住就装备啦，要装备系要拣神蛇。呢、這个试到啊，呢、這个唔够 cost。其实佢同呢个同呢个咩嗰、那个叫咩啊死啦Dark Soul 一样咧，佢都系要计呢个 cost 啊。佢阴阳术，阴阳术同呢个隐术系分开计，其实都几悭啊咁样，不过都 OK 嘅。咁我而家装咗啦，系而家变咗治疗符，可以回两次血，我唔知道回几多人试下。咁我哋开始下一章节啦。其实见我好勤力偷偷地打晒支线嘅，已经系。William， 兵兵が船員を手配してくださった。わしは大阪におられる家康様へ石田方の動きを伝えに参る。早速。毛利へ向かう長政殿とともに、リーフデ号で。其实我唔系好知战国时嗰啲历史，即系边边打边边，我唔知道。我就知道最后肯定系德川家康就一统天下。咁主角而家系企喺边边咧，因为冇人知嘅。我暂时都同呢个服部，即系话佢系企喺家康嗰边啦，德川家康。黐线，落大雨打赤辣咁样，哇！呢个咩嚟噶？有一次史莱姆海荒主啊，竟然系喺呢个时代，你话唔识对付妖怪，系咪真系讲笑？哇！唔见咗海荒主，边个打咁样？有冇可能快一个佢？其实咁我谂话好叻，好稳笨。你喺你呢啲咁嘅船，点会快一个人哋啊？又真系走到，好得意喎！呢只海荒主好得意，好 Q。あのあやかし、噂に聞く海坊主。佢成日老山龙咁大，点打啫？
言い筆号もひどい有様じゃ。おんあい。秋に夜としよう。長政殿は親族にあたる平岡頼勝殿の。笑笑到亲切啦！呢个长征大人。船が修理されるまで身動きは取れぬ。毛利少唔咯？因为毛利，我唔记得讲，唔记得战国嗰个叫毛利乜叉，但系好出名嘅毛利家族。你终于有朝头早，呢个 game 系永远都唔会有日出嘅。唔放戴得呢啲啊嘛，头罩都唔放好人，我话你听啊。哇，麒麟啊，麒麟啊，绝对非粗口。我哋啲中国叫法叫麒麟，火麒麟。哇，凶喎、啊！死狗啊！意味或紧系意味不明嘅对望，行得咁多事啦、啊！佢叫你倒咗紧。しかし、左近殿でも毛利の調略は難しかろう。即系话交涉失败啦，只要原来系衰咗，灰头灰面咁样行出嚟，懒系赢咁仲。反正有排我啲剧情都系咁，佢又要交涉而家。哇！直接开波咯，支线又冇，我哋做主线啦。支线流花姐，哇呢、這个，哇得一个难度 ，OK。翻唔翻去？哇，翻唔翻去噶？我可以去全地图睇睇先啊。OK， 咁到我哋中国篇，翻翻去，我哋翻翻呢个中国篇，做主线啦，主线。蠢动的银矿，吉川广家。和你谈话，哇！直接就开波啊，白痴！即咩剧情都未嚟，即刻开波。喺呢个 game 我觉得最恐怖嘅气氛就系啲音乐，我好惊呢个音乐，呢个音乐系好惊，即系一个修行道场嗰啲音乐嚟嘅，系劲 Q 恐怖，唔知听落去觉得好不安啊，令人。好啦。等先，我而家差唔多全套有西国装，但我睇呢个仲未有西国装啊。嗱，呢个可以换，嗱呢个装备而家你见到我变咗绿色咧，绿色啊代表30%以下，唔系，即系会轻松啲啊个人。咁我要换一换装，因为全身重甲嘅话，我太过慢啊，喐得呢个系奔跑提升呢个忍者装束。冇办法，为咗西国套装我就咩啦要火绳枪。依味啊个，这个装置似乎能让空气流通。拜拜先，因为佢有啲精华，佢啲精华几百都好过冇啦。好啦，啊唔系，我想换啲嘢 ，sorry。我睇下我而家露腿嘅，发觉系更换。换呢个夫妻雷犬都系带佢12先发动到，唉是但。跟住加护我都系换翻呢个哇佢两边唔同噶低能，佢九州还九州，中国还中国咁现实嘅喂低 B 啊，咁我会有讲啦，即系我而家冇咗加护，哇好核突啊只脚，好憎人咁着嘅其实。哇大剂，唔怪得佢话要空气流通啦，原来就系咁嘅意思。咁即系要防毒装噶啦。哇，好彩挡住。唉，我的天啊！救命啊！喂，点样上翻去啊？顶你！等下先有边度嚟？
喂，挡住！喂，咩球？哇，佢已经毒上加毒，你就要呕啲嘢落嚟，要契弟啊 ！OK。靠近污染上，呢个抽风机喎，呢个吹散啲毒佢先。但是我呢个吸晒毒啊嘢，落下攻击，哇一箭孖雕啊！好啦，呢头堂梯啊，但中间都系毒嘅喎，见到，哇又做乜鬼啊？哇，仲喺度揼嘢，佢真系变咗变啲妖怪，仲喺度揼石。好啦，嗰啲咩声嚟？我好憎呢个 game 嗰啲声咧，成日。喂，低能佢有时间限制嘅，原来 shit。咁样换翻只牛好啲喎，讲真，只牛系抗毒嘅。因为呢只牛系你睇佢抗毒噶嘛，有加20，但中毒时嘅伤害降低，咁冇办法要继续玩呢印度神牛啊要。我哋过去啦。咁呢关好麻烦，我最憎呢啲，最憎呢啲要打到赶头赶命嘅关，嗰啲设计咧，即系嗰啲抽风机又计时啊，咁样好烦。系嗱一声搞掂佢，系。系落去啦，唔想打啊！哇哇哇哇哇！哇咁乸多 ！Are you kidding me？ 喂，逐隻嚟啦，契大军啊！哇点打啊咁乸多？炸佢！喂，炸死啊契大！哇痛咗个人，炸死佢！你又釘啦！反正啲炸彈成日多即系有多出嚟，都系唔用，都系唔用，都系嘥嘅。就一隻。好，揀三批死佢。哇！呢度丢踢。开唔开到？哇！佢见到我喎。好啦，斩死个畜生先。呢道门应该系个捷径嚟噶啦。咁一阵先啦，冇搞佢啦。呢个往下唔得，下低毒嚟。呢个抽风机。哇！咁样可以掟到落嚟，系落下攻击嚟。等先啊！由于个时间限制嘅关系咧，我要决定嗰条路点行先啊！喂，见到我，咦？呢啲可以上到嚟，嗰系守株待兔。喂，得，开波！咁你搞掂好啦！哇，隔篱一只咩嚟？真系，呢咩？核突，射佢一箭先。我呢嚿嘢负责喷毒嘅呢条契弟，但系回啲血回得咁快嘅，点解可以？好啦，哦，呢只咁嘅契，我明啦，啱啱中间就系、是，我真系奇怪，点解中间佢会有啲咁嘅嘢喺度放毒？咁咧原来杀咗啲契弟，喂，屌你唔好阻住啦！哇靠，咁毒，哇 ，combo。哇！但系真系佢楼上不停有人掟嗰啲咁嘅嘢落嚟。阿四，要快啲揾出嗰啲制造毒气嗰啲契弟仔。不能呼吸咪死咗佢算咯。哇！就先打咗佢算喺度。要呢啲咁嘅契弟，懒系有气势嘅登场。
根本只系 K 呢啡。如果呢斩到只脚，斩到只脚可以即刻令佢跪低，但系好啦，喂，我第一次中呢招，但系比较难斩中只脚嘅其实。喂，冇路吞啦，大佬，唔好再斩，换位。哦，想我死，我唔会死喺啲僆仔手上咋嘛？喂，搞错冇位吞啦，契弟，换位。喂，一下爆筋唔紧要。OK。唔好打住啦！不过啲鬼有纸角，影上有啲鬼角算系咁。鬼角我嚟做装备用嗰阵。啱边条契弟喺度掟嘢啊！大镬！我 feel 到有啲声喎。喂喂喂，唔系啊，换想换刀啊，大佬。OK。第一件衫咩叫黄忠公？好难瞄啊！但系佢个包头好掟嘢啦，契弟。等先，而家条路，而家冇晒毒气就易玩好多咯。OK。一下低冇嘢，有。有一隻，OK， 咁都斬到。呢個 game 好中意咧，喺你個轉角位突然間彈隻出嚟嚇你嘅，我勁憎呢啲咁嘅所作所為，好低嚇人手法，好低裝，我覺得。因為正常，因為勁 game 係應該靠嗰啲氣氛而嚇到你，而唔係靠嗰啲即係失驚無神彈出嚟咁樣嚇人嗰啲好 cheap， 我覺得。呢度咁似我個入口，喂！真系入口嚟喎呢度，死！呢度系入口嚟嘅，得先啊！呢度行晒噶啦，但系即系要去翻一开始嗰个地形度。咁但系呢度系有咩作用咧？咁呢一条路整出嚟有乜意思咧？呢度啊，呢度未行，呢度未行。出嚟！呢竟然冇嘢，我以为有啲嘢匿喺度。睇下有冇装备可以换先啊！等等，等我一阵。有第把扇子，呢个装备掉落率呢个都 OK 嘅，呢个装咯。除毒喎，呢个抗毒喎，但系都唔使，其实基本上都唔会点中毒噶啦，讲真。即基本上我的玩法都是先打死毒毒，佢放毒嗰啲契弟，有一上就先上咗呢只 game。OK， 搞掂呢啲契弟先。黄忠公，好，逐个击败，大镬！爆角，我明白越迟揿嘅话就越容易系整到嗰、那个，越迟揿就越容易整到个完美残心出嚟。我平时就太早揿，但系迟揿就系好容易俾人哋匪到，啱啱到捷径嚟。但系而家开呢门开嚟系乜意思啊？其实讲真，你都唔会行翻去嗰度噶啦。讲真，等先，有冇可能直接跳过去呢度？依度系堂梯啦，哇！我惊有蝙蝠，哇！揿错就系想我想挡你一下，其实变咗麦，变咗拉箭。等下先啊，依度睇下先啊，你唔好急，最紧要快。哇！正有见到个纸装，诶、大垃圾，哇都 OK， 有呢个武士违法都 OK 嘅。呢度有只嘢啦，我发现呢个 game 弓箭系最好用，唔系把枪，把枪系我嚟偷袭人好用咯，爆咯，好
哇吓死我！原来啲精华飞过嚟，我以为有箭飞过嚟。好啦，等先，边条友边度喺度喷毒？不抽完抽完，哇！呢度哇火轮发耀啦！呢只嘢睇落去好似好劲咧，但系其实系垃圾嚟。佢就系低招喷火，即系睇落去好似好有气势，但系根本系垃圾嚟。OK。好啦，贪心啲斩佢两刀。喂，顶你个肺！你即临尾嗰下你先嚟打我，咁搞错。好似个原理好似临尾嗰下强化先系大成功一样。好啦，睇下边度啲 I 度，我见到系呢只噶啦，应该 OK。嗱嗱声，我快 OK 一，系咪得一只先？嗱，我唔肯定系咪得一只，我睇一睇先，因为。趁而家吸湿大笨象仲启动紧嘅时候，系顶你个肺，唔好左头左势，应该系得一只啫，咁 OK 啦。个哇，点解嗰度有只鬼？嗱系啦，一下爆角嘅话，佢即刻就冇晒啲气嘅会，好啦，过嚟啦 ，come on。龙虎乱舞，好，利剑乱舞，OK， 哦，咁可以放心探索啦，我哋又可以。通常玩啲 game 我都系中意清晒场先，好鬼真喺度跑落，哇，有嘢见到我，呢度泥嗰度嚟，好，我几肯定，嚟啊！哇，好恐怖啊，大佬！最惊就啲视点咧，你睇唔到啊，大佬，睇唔到隔篱有冇嘢。啲但啱啱有嘢见到我喎，呢度行嗰边，哇，真系好核突啊条裤，我想讲。诶、有嘢执。佢解毒药暂时都未有用，应该迟啲打 boss 会有用。好啦，开门。shit， 哇，咁我唔知行边，其实我唔知去边咁样。如果系咁嘅情况，就试下上呢度先。有冇嘢？呢度就系执嘢，就如果系咁。我有锁匙。O.K. 白痴，你咪何必要整呢个机关系多余？我觉得我哋呢度加加个灵体，因为我哋嗰个双狗要12，我哋加定先。虽然而家用紧哇40 level 已经，唔经唔觉已经40 level， 唔怪得咁劲啊！其实我冇特别升 level， 我同你讲，我系将啲支线咁样做一次就算了。等先啊，其实都哇呢、這个自己嚟送死啊！喂，停啊大佬，喂大镬！我顶死仔包啊！哇呢、這个唔可以处决佢喎呢个，好啦，起身咪即刻死咯契弟。其实如果我找到那个放毒那嚿嘢咧，应该可以直接秒咗佢。哇！等先吓，首先找到呢度有嘢啊，呢度打佢。喂！啊天啊，有啦！我唔系 lock 呢嚿嘢，我想讲 ，OK， 搞掂。好啦，嗱，依家要做嘅嘢就系走。喂，果然唔止一个，顶你个肺！剩下一个，喂唔得，好啦，好看翻眼前龟，嗰度有一嚿我见到，有冇可能想先用火箭会唔会好啲啊？
唔得，唔够远，因为佢嗰个 logo 咧冇嗰个红色字眼喺度，所以应该打唔到。行近啲先，我哋试下。哇！呢啲桥好唔掂啊，大佬，我 feel 到应该会跌多次，通常会舐多次。哎，哇！死仔爆呢、這个 game 真系。喂，唔好啊，唔想落去啊。枪弹 ，OK。可唔可以直接秒佢先得？但唔得喎，呢把嘢佢识回血嘅喎，谂下，即系我扣佢血嘅速度唔够佢快嘅喎。呢个位我跳落去有嘢执，好高难度喎。但系呢下好似 ，OK。喂，开唔到啊，顶你！O K 喎，不过冇法持有更多。呢个直接过去秒咗我哋。系，好啦，快刀斩乱麻，好搞掂，走。喂，呢个窿系，哎，唔好睇住，等先。快走，拜！你捉不到我把 L， 你一嚿姜上嚟。佢唔上嚟，佢都要死啊！同佢讲，因为我有落下攻击啊。好啦，哇咩声啊喂 ？Hello， 喂贱人，佢只 game 怪白痴，可以拧住面即时斩啊低能！你系正常嚟讲，你起码都要惊讶一下先至拧住面噶嘛，系咪先？唔合理喎咁样，一下就系嘛，爆角啦契弟，哇吓死啊吓死爹啊呢下真系，系。要食屎啊！你喂，嗱嗱声搞掂一隻先咧，这个炸弹是送给你的，冇晒气咯，冇打出，哎，我顶你，撑一下你都唔俾我，喂，哎，冇血啊，原来吓得我，得啊，得翻一隻，你想点死自己讲，好。爆角啦，契弟，食屎！哇，唔死啊，两刀，好，呢度系呢个好想，哇，呢度无底深渊，佢整个咁嘅窿，原来系阴人，我以为系有啲路可以行啊，哇，即系任，而家系任我行啊，哇，呢啲窿真系好贱喎，呢啲窿劲贱格，哇，两只嗱嗱声屌佢。我暂时我一隻绿色嗰啲仔都搵，即系告诉佢回家嗰啲一隻我都搵唔到。呢度我呢度点过去？呢度等先吓，佢呢度又系执嘅，因为我呢度点上去咧？唔鬼执啊，算了。肯定转角有只嘢喺度，冇。好 k 好啦，我哋执翻先嘅。哇！爆你角，劲难爆到只角咯，我觉得。喂，打唔打啊？打半只。大镬你！消除咗佢嗰个。OK。系喎，唔记得咗练熟练度顶呢个肺。我呢个都未练满，呢把手咩千手远打刀，可能摆咗喺副刀嗰度，所以就会慢啲啦。OK， 搵到一只啊，终于翻屋企啊，契弟。佢连呢啲咁嘅翻屋企嗰啲音乐都咁诡异。你好，比较估中系开咗道门，唔系喎？我呢个执嘢喺度就系，我就系好执着想执嗰嚿嘢，都唔系。What the？ 呢下靓，呢下阴得靓，呢下我抵俾佢阴啊！呢下，呢下出场太有气势。哇！喂，做乜啊？
咁乸劲嘅嘛？平时我觉得呢啲系垃圾嚟嘅啫。低能去埋身一下秒啊！低能，唉，搵啲 game 我惊啲，我惊啲魂冇晒装备。唉，是但，都冇得拣啊，反正佢一点行死啦。哇！即系而家由头行过咁滞喎。唉。喂，佢啲放毒嗰啲系唔会复活噶喎，原来好似啊，有条契弟。OK 啦，可唔可以捅死佢啊？啲契弟。哇！贱人，喂，硬直紧啊喂！哇，佢呢个烈火战车真系超癫，等先。有冇办法？而家冇晒毒嘅话，就可以直接。哎 shit！ 咁有气势啊，落地攻击弹，喂，我推佢落去喎。但系万大少执翻啲嘢先喎，讲真啊佢，哇，喂大镬！哎，我记得后面有只嘢死啊！嗰只走咗，后边啊傻仔，我而家识用残心，基本上我明白残心。哇，扣咁乸多，你都夠膽啊！我明白残心系要几时揿啦喂，好，等先，万大士攞翻条 C 先，我而家要，呢度未调查竟然。我呢个攞唔到，估唔到我竟然死喺烈火战车手上。顶喂咩料啊！咁乸劲嘅突然间呢只，我之前好废嘅，我想讲呢只云喂。哇，唔系咁啊喂！黐乸线啊，低能！食咗印度神油啊，咁乸劲！我俾啲咁嘅嘢打咗我，嘥咗我两个回复，我要跳咗落去啊！唔得，呢只不杀此狗啊！难泄我心头之恨！妖！哇哇，低能追成寒血嘅呢只咁劲啊，原来！哇！黐线！喂，唞下气啦，大佬啊！你大剂啊！唉，顶！妖你！我唔想开大喎、啊，但系黐线！呢个 game 最白痴嘅地方系冇颜值嘅，可以爆角啦，契弟！两刀哇，连劈两刀，再斩哇，佢唔系硬直嘅咩？应该冇事冇事冇事。好啦，我终于可以去翻我想去嘅地方。呢度我呢度执嘢执咗，我就为咗执嗰嚿嘢，搞到嘥咗咁多时间。咪先，佢呢度喺呢度，诶，我有嘢见到我喎，呢只顶你个肺！啊，先下呢个窿，好难判断喺边度。出嚟，哇！我呢个系捷径嚟嘅呢个。好啦，都系要打噶啦呢个，当攞个鬼角咯。哇！又揸嘢，拜。哎呀，
等下先，呢、這个其实我可以翻去，其实可以翻去呢个 safe point， 因为佢拖咗呢个捷径啊嘛。睇下咪先，系啦，回一回。能力开花，而家开咩？我想开呢、這个阴阳术都够，忍术开多个，开定忍术先，因为我都要学呢个忍术啊，将来学习技能。忍术有一招系可以行路冇声个招系边招？等先啊，唉，算啦，我自己我收拍完片我先自己慢慢研究。好，喂，点呢个又我呢个系啱啱攞唔到？喂，换刀啊，契弟！照呢个时势，应该差唔多要打大佬咯。哇，呢个气氛唔系好对路啊！呢度好明显就系打大佬嘅，但我研究一下地形先啊！我全部毒气嚟喎，兄弟，咁嗰嚿嘢喺边啊？丑妇终须见家用，唉，我知道呢格局系唔对路，但系佢都算有人性嘅，佢因为佢嗰个 safe point 就正正喺隔篱，蟹嚟喎。哇，唔公嚟喎，呢个人形唔公嚟嘅。Oh shit！ 哇，好啊，咁等先，我哋唔好等先，我哋揾出个罪魁祸首出嚟先。喂，唔好打住，唔好打住。喂，其实系咪会中毒嘅？但好似我唔觉得自己有中毒咁嘅。等先，我唔想理佢啊个问题。但佢喺后边肯追紧，应该系。OK， 哇喂，好似唔觉佢有吸过毒咁嘅喂，呢个落唔到嚟喎傻仔。等先，我有忍术，成日唔记得咗自己有忍术，忍术飞刀 ，what the？ 哇，放毒波禁止。哇，佢咁样系打紧人嘅原来。顶你！哇，咩事？眼直麻痹啊！你妈痹 ！Oh shit！ 诶，打到诶嗰啲，哇！哇，顶你！等阵，我唔记得咗我自己有呢个印度神牛。诶，嗰只系 boss 啊？喂，哪只是本体啊？想问下。啊，呢只。好啦，差唔多用晒寒气，我哋就要放大啦。得啦，玩完啦，走。已经冇一半啦，佢。我佢个头唔行落嚟，有办法打佢喎。等等，好，时间差唔多啦，我哋。拜。等先，上嚟系会唔会？佢识点解佢识上嚟嘅？我想知道。哇！啲仙人毒都几麻烦，唔怪得要解毒剂啦。屌，其实可以屈死佢嘅，讲真嗰句。哇！扣200几咁乸多，抽个靓风先。好啦，哇！啲血啊，大佬，我啲血啊！如果就喺同你只抽，差唔多冇晒气。哇！哇，好低能，武器或者一斩极都咁乸多血嘅，得唔得？喂，其实咁样玩氹氹转菊花园，你觉得唔得？哇，走啊！唔系咁冇品啊，走啊！第一步分药，哇！佢想匿去边喎？几有趣啊！
喂，唔好打，哇！我谂都系打法啦，就系咁打呢条尾。好白痴啊！喂，啲喂啲系群龙冇手嘅喎，但系喂打呢啲尾系靠唔靠到本体先？我想知，我一直打呢啲尾，佢咪会一直咁样？哇，唔系喎，原来呢个喂佢几时喺呢边噶？你避到阿崔啊！各位观众，印度神牛又再出场。OK， 我等下储嘢储得唔快啊，可以。好啦，差唔多。喂，只牛啊！ O.K. 好易打喎，而家咁样，你睇下，黄忠公，哎得咗，哇，差啲飞咗落去，刷刀呀，喂，武器你呢个时候，哇，好易打喎，呢只，但我想讲啲毒系咪净系毒紧？ 好白痴嘅呢关，呢度冇嘢执噶啦，系嘛？即管睇一睇先。哇，苏二打我呢只嘢真系，所以话我系第一只黄卡特别耐嘅，点解？即只要我熟习咗打法之后，呢、這、只、個、game 其实就当然你话 level 高啦，可能，但我 level 真系冇特登升嘅。 等收机入嚟嗰阵时有一只嘢可以执嘅，但系喺边度入嚟呢？系啦，呢度。如果呢个时候跳落去会点？好想试下添，跳下啊嘛，反正都系跳唔到，白痴，屌！谂住跳落去死下，点知跳唔到？因为嘢执埋佢啦，反正都系唔争在一阵。 OK， 冇我想象中咁烦咯，呢个开头我以为佢跌顶你，我以为啲有毒有性咧跳唔到落去，原来即系有毒有抽风机嗰啲会好烦啦，点知我发觉原来唔算好烦。好啦 ，OK。